抚慰一下。公子啊，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觉得刚才很好，方便我报恩。龙王大人，可曾听说过男女授受不亲？我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嘛。许仙借伞给白素贞的时候，也这么跟他说的。但白素贞……我再说一遍，龙王大人不用报恩。我知道，之前以身相许的方法是错的，都怪这本书。开这个，嗯，这是坏书，不能开。开了这本书，别人以为你是登徒子，是坏人。人间居然有把人教坏的书，你不会看坏书吧？当然不会。看来，要赶紧看完《白蛇》是怎么报。